大家好，今天到柴油地里来寻找童年的回忆。大家有没有吃过这种东西？在我们这边叫茶包，你们那边叫什么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我们叫茶包。这个小的时候啊，我们经常来放牛放羊的时候啊，经常到柴油地里来摘这个东西吃。虽然不是很好吃，但是好有童年的回忆。这个吃起来甜甜的。哇，这一颗好多啊！这衣服都掉完了的，变成白色的了。都没有发现那种大柴油树，大柴油树才会有结那种圆圆的那个茶包。哎呦，摘的好有味道。这个红色的这个衣服都没脱掉，这个没熟，肯定有点苦，不摘它。这么大一片，这么小一棵柴油树结那么多，那树枝都掉地上来了。摘了这么多茶包，满满的童年回忆。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呢，就请关注农人家。再见。